你发球不要太慢，说快快点摆个短的，稍微搓腿一点的他妈的很好，搓腿不出的不一般的拉弓，好吧？你说他这个球，这个球搓腿的话，搓腿不要搓腿，这样拉他中间拉过去，然后打球不要，你就看我们摆个短的，你慢慢腾腾，那搓腿不出的话，搓的很好，好吧？我一脚，打球全部不要搞事，很保险，一脚出去，是吧？我一脚出去，加油！ 0-0.
4. Allez, tranquille, allez. Non,这样可以，你就拉，不要发死，你说出个这个球，这个球可以，一个球砰，放高一打，这个就这样拉，不就跳了？
他发觉逆生长上学，他老在这等着逆生长，你可以恐怕他的反手，对吧？然后你发觉你这一局他让他一接的好，你可以垫点勾手发育，垫。啊，这球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可以的，老朱，你看一下。多准备几遍，多准备几遍，多准备几遍。好的，老朱。对，好。哎，开。哎，兄弟，大爷！哎，经过这些车道吧，啊，你看这一下就车道了，这人家高兴，第二天打，他又，他是侧行车过来，他侧行车过来，人家就逃掉了，然后人家帮我发誓打打打，可以的，这行，主动进攻打得很好。警察还有他没招呢，没招啊，还过来推他一下，调过来就切他一下，拱他一下，你这样的话就打他这个正脚这个特色打出来，他这对根本对方手，打的要保守，不要防守，要等他。Uh-huh.
可以去这样。这是可以去的，可以去的，我们可以去的。主动嘛，主动一下，真的能回家。中，你出来给你再掉。对，从从感觉他打的没了，回去。那这样这样就不行。对，你就当去当他的学生回来就行。他这个有时候他就弄得短，我越对他那个不往前走，他不是这么推，他是往滑的。你这边就可以试一下加段，就有点这样。就前面几拿着碰他了，然后就往他冲。对。你这发球你可以发个转不转，你看他接的多差呢，发个不转。对，他转不转就这么，他已经测出他发是要往里面。转不转就抹不了。第二把你跟上，跟上。那我就扣不里。还得记住啊。Peace.
充分连得好，连得好，连得好，爱粉爱粉。来准备1-0 contre Nantes grâce à la victoire de Jung Zen contre Paul Gozzi.